级吊桥到了，这是海口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到前面，到上面的观景台去瞅瞅。今天晚上还有街头艺人表演，还给他们专门做了个亭子。就是个黑色的建筑，黑色玻璃就是观景台了，可以坐电梯上去，免费的啊。现在是在大桥下面了，这里海风很凉快，咱们过去看看这会儿能不能上去。乌云又来了，估计要下雨了，两边都可以上。开放时间8:30到23:00。要登记啊，在一楼的本子上做个登记，写上你的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就可以上去了。观光到6楼。哇，上来了同志们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全是我的，整个大桥都是我的。可以走，哎，再走一段。直接走过去吧，我们从那边下来。帽子也弄好了，风很大，别给帽子吹跑了。市区大桥只有机动车道，电动车什么的都走不了的。哇，好凉爽啊，直接跑到桥那边去。走过这个桥就到了海淀岛，再往前还有一个新部岛，这两个岛离海南岛很近，但是是不接壤的，就是传说中的岛中岛。旅游真的让人增长知识哦。
门口有一个树，网红树，孤独的树。那边也有个门啊，两边都有，看好了开放时间。这个电梯很好哎，一个固定在一楼，一个固定在六楼，就是固定的设计的。大部分电梯都是设置的固定在一楼，这个是相当人性化啊。还有两边两个大桥观光电梯，你要想看海，在海的内侧就从这边上去，你要是看市区建筑这一侧从这边上去，上去之后你就不能改了，免费的，只要你在一楼做一个登记，在本子上写上你的名字电话就 OK 了。开始下雨了，哎，变天了吧，又雾蒙蒙的了，昨天也是下午，今天又是下午，去下一个地方出发。完蛋了，被困在这个大桥底下了，你看这个雨下的多大，刚刚晴空万里，这会又下雨了，现在才两点，咋办呢？哇，瓢泼大雨，温度也降下来了，但是人走不了了，就在这躲雨呢。太阳快出来了，终于不下了，不是不下了，下小了，赶快走，已经在这等了一个小时了。
哎，看看，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停，烦死了。我只听过水上派出所，刚刚我看见了，你知道是啥吗？叫做海上交警。海上还有交警呢，你在海上开那个船，交通规则也得遵守。